两小儿辩日。春秋时期，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列国，抵达魏国时，看见两个小孩在街上争辩。我说的对，我说的才对，明明是我说的对。你们在争辩什么啊？我认为太阳升起时离人近，中午时离人远。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，中午时离人近。早上的太阳大得像车伞，中午的太阳只有碗那么大。太阳刚出来时很凉的。到中午时很热。不是说近的热远的凉吗？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后生可畏，我们怎料得他们的将来比不上我们呢？不过如果一个人到四五十岁还没有成就，那么他便不足以继位。一个人四十岁时还显现恶行，他的这一生也就做不出什么好事了。两小儿辩日。